2022年中六年级的录取名单将会在下个星期出炉。教育部今早宣布，录取名单将会在7月7号揭晓，而第一学期的开课日则是落在7月25号。教育部发文告指出，2021年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可以在当天到教育部的网站查询中六年级的申请结果。至于没有网络设备的人，可以向各自的中学查询结果。文告也指出，符合条件但是没有被录取的毕业生可以到同一个网站申请上诉，没有具备网络的申请者可以交由校方协助处理上诉。上诉的期限是7月7号到7月24号，上诉结果会在8月1号公布。